创世电视首届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大赛冠军即将诞生，世上最美的声音是生命重生的声音，世上最美的身影是逆境前行的身影。500位参加者一年训练、成长、比拼、同行，要成为祝福城市的好声音。由影音视团、香港福音盛会、华福中心香港区委会、以立基金主办第一届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大赛，创世电视 MyTV Super 602台、创世电视 YouTube Channel 全程见证冠军诞生。